不能同意跟公司。经理说一下吧，财产可以退。公司同意还是同意？同意。Thank you.
你说你需要打工解决的手续费，本来告诉你。你不是说刚刚说你会在你的店里吗？在你是吗？你觉得？就让我帮你一次，不是别一次。